游子回乡，用旅客角度重新探索。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家乡变他乡，你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去认识他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芙蓉是我的家乡，我去到哪一条街我都知道不远不近。啊，这个是送的。回来吃东西，人情味满满，就有一种真的回家的感觉。对，脚踏实地，亦有他乡。7月23日晚10点 ，Astro AEC 及 Astro Go。